两个公，他们手机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哈，新的一年又要来开福袋，上次开的是莱尔富的福袋，今天是要来开全家福袋。全家福袋长这样子，它的价格一包是199元。我们现在看看一袋里面有哪些东西。第一个是 Pocky， 第二个是可乐果，三个是就是这个，第四个是海苔原本山，第五个是乐事，第六个是原萃一挂，第七个是酸梅，八个是口香糖，听见喽。第九个是某热带水果鸟啊，在反正一个公仔。最后一样是个需要拆开来的奖品，那等一下我们再拆开来看看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拆开来的可以兑换的奖品。现在我们来开第二袋，饼干一包 ，cheese 口味饼干一包，也是酸梅，乐事，然后再来是彩虹糖，不错，有红花钻哎。再来泡面一碗，公仔不可或缺的哦，白兰猫的公仔，北蓝猫可以耶，跟你一样北蓝。再来就是刚刚说到的 DM 一张跟要需要拆开来的，像是反正就是类似红包啦。接下来开第三袋 ，Pocky 饼干、红糖、方块酥、孔雀卷心饼、浪味仙、红彩罐、浓心的乌龙泡面一包。他公仔。他们有公仔，可是多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耶。商品取货券，商品兑换券一张，这样看得到吗？然后一样有这个开运红包。刚刚三个福袋有分别开出两个公仔跟一个商品兑换券。那商品兑换券呢，后面就写啦，经典乐美是中杯一杯。那我们来看看两个公仔可以开出什么。两个公仔分别是白烂猫的回力车跟热带水果鸟，那我抽到的是香蕉款。接下来三个福袋还有分别出这个类似红包的东西，那我一定要把它拆开。三个红包都打开来了，那它有三个区域，第一区是头奖序号专区，那它可以抽中什么呢？就它里面的 DM 都跟你说明了，那大家打开的时候就可以浏览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奖项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抽中咯。接下来第二奖是26奖立即开奖区，然后它的26奖立即开奖区是全家专属领入20000米，然后呢，我的三张全部都是明蟹味，所以是什么大家就尝试看看喽。第三个叫异业优惠券，然后它的异业优惠券有 KK Bus 金硕光学的隐形眼镜，还有 UNT 商品85折。我的一张是 KK Bus 体验14天，另外一个是 UNT 85折，另外一张一样，另外一张也一样，所以我的三张呢，异业优惠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以上就是这次全家的福袋开箱，食物的品项真的还蛮多的，饮料种类不是只有绿茶而已，就有奶茶，有红茶，有绿茶，运气算不错了。饼干种类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，不少。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，三包开下来呢，有开到重复的东西也不多。如果大家想要试试手机，都可以去全家购买福袋哦。喜欢我们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频道跟粉丝按赞，拜拜。